我是公关列车长的110年。别超过黄线好不好？110年11月13号，台东站来往，这么快就到了，12:38。耶、yeah, ！我的4666次玉里发车电话，龙云号台东的仲夏报道号，蒸汽火车国王滴滴68，蒸汽火车国王。耶、yeah, ！蒸汽火车国王，以及 R167单彩电头。R167单彩电头架，蓝色单彩电头，然后蓝色电源头架，六辆编组的 DR3100系。六辆编组。100系彩电自强号。然后去哪里？这边也没有显示啊，不要跟人停那边了，我踢下面。但是也不会啊，又不会啊，难认定。蒸汽火车来了，耶、yeah, ！很快，16:40了。乖乖乖，这边快点快点，我等你。来了来了，耶！等一下，我在进站了。我的蒸汽火车进站了，仲夏报道号，今年的第二趟仲夏报道号，哇，在台东站停靠了。啊，如果下面干嘛专门都是用的，对吧？赶快自己就拿吧，拜。耶、yeah, ，我的第二把蒸汽火车国王，加蓝 R， 单彩电头加蓝色电源头加6节的 DR3100系，就还没有看这样，下个晚就拿吧。